各位同修，各位大德，大家晚上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再来继续来讲演阿弥陀经大义。昨天就讲到无量光，今天继续来讲这个无量寿。我们请看经文。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即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这里是一段，所以今天继续来介绍这个阿弥陀，也称呼叫无量寿，寿命无量，显示其体，比喻如电，电离开灯泡就无以发光，灯可坏灭，而电终不灭也，是业真我，无量光明显示其用，就比喻如灯光，因灯泡的相与电的体相合而成故，故这个色身为相，灯也；法身为体，电也；化身为用，光也。说这个无量寿就是体，说这个体就是我们本身的佛性，就是无量寿。所以说昨天讲无量光，无量光就是用，所以说在弥陀经为什么先讲阿弥陀叫做无量光先，就好像我们看着电灯，先看到灯光，然后你才看到灯光是从电那里而发出来，说讲无量寿是放在里面，讲无量光是显示在外面。说我们到这个阿弥陀三个字，就说体用相合，像阿弥陀他有无量寿，也有无量光，假如没有这个色身的因缘，就是说没有这个佛身的相，这个无量寿和无量光就没有办法显露出来。就好像我们众生一样，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就叫做无量寿，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就叫做无量光。但是这个无量寿无量光要如何发出来呢？就一定要有这个色身。所以我们这个色身是代表将这个电经过这个身而产生这个光出来，比如说电要经过灯泡，由灯泡才发出这个灯光。这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代表所有每一个众生本来都记住了无量寿，就好像这个灯光就说光明一样，这个光明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说经典才叫彼佛寿命即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个阿僧祇叫阿字翻译无啊，僧祇翻译成言多量，就指无量数劫也，就说好像这道光明，这光明的寿很长，时间很长，长到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数目来肯定它到底多长。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阿弥陀三个字不是我们世间人的寿命来算，
就好像知道光明一样，没有时间性，长期都在存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长期本来就在，没有时间关系。所以说这个阿弥陀也称呼为叫做无量寿。所以说这个无量寿是体，就是无穷无尽，永远利益一切众生，以此愿来自行光寿摄起，即极度众生。说八万四千法门皆终于理，导人及智慧了生死，为净土一门，不凭智慧还愚痴升级了，乃至及下之人亦可一称名得度。说末法众生福薄慧浅，虽有心修行，然无力断惑，若舍这个现前弥陀，涂好虚玄，这玄理自心终难测证。说啊，虽终至属他宝，却自无半分钱，虚费光阴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宜当涤信。所以说末法众生一人修行汉译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我们要相信，我们今生想要断惑，就是想要断烦恼，靠自己真的讲是非常难。现在末法唯有只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才有一线的希望能够度生死。大家知道，你看在印光大师以此言很详尽来说，真如法性身佛体同，迷雾幽分，苦乐天殊，故我世尊特垂哀悯，虽于尘点阶前早成佛道，又复悲应同体，慈起无言，不为极光是身及浊世，出家修行成等觉，成彼弥留同登劫案，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随顺机宜，纯纯善诱，大机测是以五蕴皆空，六尘俱绝，究竟一法不立，自下万德圆彰。小根基之人测取锤戒引为时施权，令其见培佛种，以作得度因缘。所以说印光大师讲这个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谈经三百余会，这随顺我们众生的根基，你的根基好的人，就直接从五蕴皆空，在六尘觉悟那里下手，就是说念自信佛，直接成就。假如我们是中下根基之人，小根器之人，就是说靠佛的愿力而戒引，方便栽培。我们渐渐去栽培我们的佛种，以这样来做得度的因缘。如上随机所说种种法门，虽测大小不同，前十各异，皆仗自力断惑正真，方处生死，故以如来普度众生之怀，没能究竟舒畅，由是于诸法外又复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就是指极乐世界以为本有家乡，指阿弥陀佛以为无上慈父，令其发菩提心，叫愿往生心，持佛名号以生信愿求生西方。果能前前福音念之在之，
测你举信愿、合佛誓愿、生佛相期、感应道交、现身，测业障消灭、福慧增荣、临终测蒙佛戒语、托至宝莲、其有祸业已断，即这登补处速证佛乘，从令薄地凡夫通身业力，亦可仗佛慈力大业往生。既往生矣，即得穷处凡流高义海会，或不其断而自断，真不其正而自正，以此法门。此之法门全仗佛力，比如波夫自行千里，裸乘轮王宝轮，测顷刻之间偏达四周，是轮王力非己力也，必是修行者，固然如是。测五逆十二及众恶人临命终时第一现象，若能自心念佛，即得蒙佛戒引，良以佛事众生，犹如一子。一善顺者，故能持意；一恶逆者，倍生怜悯。子若回心向亲，亲必垂慈示受。此时一代实教最妙之法，上圣下凡共游之路，偏透九界之机宜，即唱如来之本怀。说这一段经文是在印光法师里面对我们现在末法时候的众生的一段开示。我们根基差的人只有靠佛力，你是上根之人靠自己断惑。我假如我们这个烦恼今生不能够断，你就休想要了生死。所以说祖师之慈悲，就将阿弥陀佛这个慈悲救众生讲给我们听。你看在净土三经造了五逆十二之人，临命终一善之事来念这个佛名，阿弥陀佛也不舍弃他。这是代表什么？代表阿弥陀佛特别怜悯这些人，尤其造罪恶越重之人，佛就越关心他。假如修行真的了生死断烦恼，佛不需要特别去照顾他。为什么？他已经能够了生死了。大家要明白，拿个比喻说，你家里有两个孩子，假如有一个孩子很乖很听话，你叫他做功课，做完功课就睡觉，不要捣乱，你做父母的一定很放心。假如另外一个儿子，你叫他不要去飙车，不要去吸毒，不要去做坏事，他不听偏偏去做，母亲是不是特别担心他呢？做我们世间儿女，父母对儿女听话之儿女，父母不用为他操心，那个不听话的儿女，父母要特别操心。说阿弥陀佛对我们也是一样，佛叫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偏偏就去诸恶作作，众善少行。说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才要特别照顾你。这个显露出佛之慈悲心，我们要用这样的角度来体会阿弥陀佛为什么这样慈悲，才值得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一定有他的特别之处。说佛看众生一律平等，用功努力修行者佛一样爱护他，懒惰修行者造恶业者佛也一样特别照顾他。因为佛的慈悲，不想众生再继续在这个轮回受苦，就好像父母一样的道理。
看到自己孩子犯罪了，但是父母每天都想着我的孩子最好不要去造这个罪业，不要犯这个法。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人间都有这样的心态，何况佛呢？佛是大慈大悲，所以说佛是对九界众生而度，说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啊，再来看下一段经文：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依附如是。这里是一段，这一段经文呢，就说明阿弥陀佛十界前就已经成佛了，而且往生彼国的诸大菩萨，其数目依于声闻一样，无量无边之多，其数之多不是世间普通算数所能知道的。此段一证明，非但只凡夫念佛求生净土，二乘圣人及大乘菩萨亦是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说极乐世界不单是凡夫要去，阿罗汉和菩萨也还是要去，就证明啊，这里啊，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阿罗汉的弟子，也很多菩萨众都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极乐世界假如没有这样庄严，这些阿罗汉这些菩萨何必要去呢？大家体会阿弥陀佛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个很短暂，刚刚不久。对十方世界来讲，阿弥陀佛这个世界还很新，就有这样多人要往生西方了，就有这样多菩萨圣众已经到那里了，这个是一个鼓励我们的用意。但是大家听这个弥陀经不要误会，不要讲极乐世界只有这个阿罗汉和菩萨有资格去，我们凡夫没有资格，你不要会错意。佛今天要讲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很多圣众在那里。再来看下一段经文：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段，此段经文总结前文佛光、佛寿、声闻、菩萨等之庄严，一是世尊第四次向舍利佛强调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说整部阿弥陀经赞叹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总共四次。你要体会为什么佛要重复讲四次，就让我们听这个极乐世界增长我们的信心。听好了啊，这两个字如是，如是是肯定的用词，实实在在是有，不是虚幻的。所以说佛在弥陀经重复讲这样的话讲四次，希望我们深信不疑，不要再怀疑到底这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佛讲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如是功德庄严是肯定的用词，重复讲四次，大家要用这样的心来体会。改次你们回家读这个弥陀经，读到这个如是功德庄严，你就不要再怀疑了，肯定是有。所以说文虽于前无意，意则不同，前乃借成依报庄严，此侧借成
正报庄严，此意义无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愿行功德所成就而成。在短短的时间中，世尊四次向我们说明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此次强调极乐世界乃是实有，真因实有，并非梦境或臆想，而是看得到、捉得到啊，我们是可以感触得到，才能具体的详细说明。因此世尊说，舍利佛，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说既然是世尊所见，就是说佛眼所见，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之誓愿，说令我作佛，国土地狱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泥而无等双，就是已成就了。最后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四次，都用意就是在这样，希望我们好好的体会这个极乐世界是实实在在已有，增长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增长我们对这极乐世界的信心，这个愿很想要去。所以说虽然同样的实际，但是呢意思不一样，你好好的体会。因为我没有这样多时间详细的解释，只有简单的带过啊。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耙致，其中多有一身朴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是一段，这一段就介绍说，往生到极乐国土虽是初往生者，借系细节得到不退转地，一身朴处，这是等界菩萨。说无量寿经也说，赐卢米勒将即系释迦佛来自娑婆世界成佛，所以叫做普处。所以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好像弥勒菩萨，是后古佛。就好像我们弥勒菩萨改次就是来这个娑婆世界第五尊佛，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在世间有12000年，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佛法了，往后就由弥勒菩萨来自世间成佛，是我们这娑婆世界第五尊佛。比如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位都是后补。后补哪里呢？后补往后到十方世界去成佛，你一定是会。所以说你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这些太多了，后补佛太多了，所以说他等着成佛。说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谁要想要早成佛，只有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很快成佛，也不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假如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要成佛真的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说这个净土法门也叫做特别法门，特别就在这里哦，它殊胜功德庄严就是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啊这一段。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对于如是诸上善人即会一处啊。这一段经文呢是第一次
发愿，叫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处就是说，世尊第一次劝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愿者者即愿往生心，一切皆须为佛是真，归命弥陀，一是专称，即是真实愿生相，以及彻底看破自身现是生死凡夫，身心皆虚妄，不可依凭，当舍之境界。说经文借着说，所以者何？对于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为什么要叫我们应当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够和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就是诸上善人，大家共聚在一处。我们这里啊，是什么世界？是诸上善人很少，全部是诸上恶人聚在一处。对啊，你看，你想要我死，我想要你死，不是说富江带你勉励我，我勉励我，讲是诸上恶人这个世界，那里就诸上善人，像你喜欢找谁你去死。这一句话的用意说，鼓励我们，你想不要和恶人在这里一起啊，你就去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在一起，不会打架的，他不会害你，你不用怕。我们这里啊，认钱不认人啊，有钱就有认，没钱就有认。他想要你死，他不只是想要你活。所以说现在的世界是恶人多善人少，我们大家每一个佛弟子，大家的皈依了三宝，你问一下你是恶人还是善人。所以说大家都在造恶啊。所以说佛讲啊，我们这个世间啊，造恶力很强，你知道吗？尤其地藏经讲啊，讲我们这世间众生啊，起心动念啊，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每天的造，造的太多了啊。说这个佛为什么要我们往生西方？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个苦，不要再有冤家对头在这里。说西方其实是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说这段经文说啊，有些人误解说《弥陀经》讲要做的善善人才可以去，像你们有资格吗？像没有资格念佛是百念哦，也不用去哦，在阿弥陀佛还有什么慈悲？所以说阿弥陀佛在五界思维啊，早都考虑到你们这一类人了，我这一类人也是一样，佛的老早和我想好了，你知道吗？也和你们想好了啊，他明知道你们没有办法断恶，他明知道你会造很多恶，但是他只是要你听闻到我的名号，闻到这极乐世界，你想要来发愿要来，佛到时候一定见你，到了那里啊，你就能够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人家讲近墨者黑，近赤者，对不对啊？近朱者赤，你参好人自然变成好，你参恶人自然变成恶人，你现在所参的全部是恶人，你不恶才奇怪。说西方极乐世界这环境上全部都是善人，你和他在一起，久而久之你就变成善人了。你要想找冤家都没有，那里没有这个事情，用意是这样，不是叫你在这个世间要做善人，你能够做到善人是最好，假如做不到如何呢？一样可以往生西方，用意是在这里。真正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不是以我们凡夫的之见来这样解释。假如以我们凡夫的之见来解释，我们哪有资格做得到呢？大家想一想你就知道是什么用意啊。所以说我们要深信自己是
罪恶生死之凡夫，因为这个是善导大师讲，你要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之凡夫啊。假如今天不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戒淫欲，你就休想要脱离这个苦海啊。所以说我们来讲，以前曾经讲过，佛在有部经讲说，我们这个世间啊，造恶太多了，1004尊佛全部舍弃了，没有一个人要你了，只有阿弥陀佛接受你，你知道吗？1004尊佛不要你了，为什么？专造恶业，佛看到你都怕，舍弃你啊，说这些是没有用的垃圾了，要丢掉一边。只有阿弥陀佛在这垃圾里面收留你起来，所以你要很感激阿弥陀佛，为什么这样慈悲啊，为我们众生呢？所以说你要体会佛的用意啊。啊，说经文接着说，所以者何？对于如是诸善善人机会益处的用意是这样，生活即是教育，极乐世界里啊，连生活环境如宝池、八功德水、楼阁、宝树、莲花、风声、鸟声等众妙奇丽功德庄严，无不教化众生使之成佛。我们在这个六道之苦海中，以罢苦脱苦的方式经历无量岁月，一直无法了脱生死。如果呢以过去无量失败的方式再次勉励，对于劣落之我等只有再次失败而已。说阿弥陀佛大悲于此，改用另一种方式，先让众生都能往生到极乐净土，以依报正报极乐的方式来达成众生的成佛。说此娑婆世界的生活中，或许遇到优秀慈爱的亲友师长，得到良好的教诲与爱护，但较之在极乐世界与阿罗汉诸菩萨等上善人聚会一处，所受的无量功德及殊胜庄严更是无法比拟。你看我们今天假如遇到很好的亲友还是师长，有很好的良好的教义来比来想，和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谁的够好呢？当然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菩萨比我们这世间的善知识超过不知道多少倍。这个比较起来就让你们知道那里的世界成就机会高，我们这里的世界成就低。用意就是说要我们应当发愿求生彼国，你要体会这一句的这一段经文的用意啊。好，再看下一段，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里是一段，此段经文是本经之眼目心要，非常重要，却又常被人误会错解。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两段经文合起来看，我今天大意介绍解释给大家明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是比较，做个比较，和这一段若有善男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自持名号一至到七至一心不乱，两个比较。比较什么？比较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比较这个名号功德本来就圆满，就不需要特别去做这个什么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假如你们要凭着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
你就没有资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用意是在这里。现在我们就会错意，就在这世界，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可以去。假如我们少了，就去不到。好多人都用这样方式来解释，搞到我们在念佛人人心慌慌，每天都怕没有善根，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少，去不了，完蛋。其实佛这一段用意说提倡出来说，让你比较，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不好的放在这里和这个好的，你才比较，哦，原来这个是圆满究竟，这个是还差得远，说我们应该选择这个是最好的。念佛名号，比如说你是最好的，这善根福德也是次等的，放在一边，我选择这个是最好的。用意是这样。再来讲，什么叫多善根？什么叫善根？你知道吗？你能够修到心里面没有了贪嗔痴，就叫多善根。你做到吗？做不到，还是少善根。什么叫做多福德？你看，我们中国有位皇帝，大家都知道梁武帝，他布施到怎样？建了800多间大很大的寺院道场，度了10000多个出家人出家，大布施大供养。他遇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和他讲，你没有功德，一点都没有。你看，我们假如和梁武帝比了，差得太远了，太少了，不要讲了，讲起来都害臊。才造那一点点的善事，哇，我多得不得了。和梁武帝，梁武帝做了这样多的讲，没有很小。你想想，所以说佛就特别比喻出来，我们不是凭这一个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凭什么？凭念佛名号而往生西方，用意是这样，希望大家不要错解。啊，玄奘大师在《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直译为：非少善根诸有情类，当得往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亲佛土。是依梵文字译成中文啊，这是众生不因此事所作善行而得到生在彼阿弥陀佛如来佛国之果报。所以说这个是直接依梵文翻译成中文，这个用意是说众生不因此事，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不是因今世啊所做的善行啊而得到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的果报，不是因今世啊，你知道吗？所以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没有错，是我们会错他的意思的。所以说假如你依梵文本直接翻译出来来看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玄奘大师发翻译也是这样，非少善根诸有情类，不是我们这些有小善根的有情类当得往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清净佛土。你就明白这些玄奘法医法师是当时在唐朝自借翻译弥陀经的用意是这样。你们要这样来看，你就理解，就不会误会错解这一段经文的用意啊。啊，说善根不可以少，必须要多。所谓的多善根，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说我们凡夫在娑婆世界所修的84000法门当中，无论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只要是依靠自己所修的力量功德祈求往生回向发愿往生，都是少善根少福德，并不能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极乐世界是报土，是往生即成佛的境界。所以一般上人与人互相比较，就有谁的功夫深，
谁的功夫浅，谁有功德，谁没有功德等等。可是这一切以阿弥陀佛名号一比较，皆不足以为论。说善导大师言，自一众行虽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较也。啊，我一大师一言啊，持佛名者善根福德同佛无异。这是我一大师讲，他说你持佛名号善根福德同佛没有差别，一样。所以说阿弥陀佛他就用五戒的时间来思维，将所有的功德全部归纳在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将所有阿弥陀佛照在永劫所修的苦行苦恨全部在里面了。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将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全部念在里面了。你看他用五戒时间、来思维名号。你们呢、生孩子有没有用五戒的时间来想一个名号给你的儿女呢？没有啊，想三天都不得了了，想一个月都不得了。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反而想五戒这样长时间了、详详细细已经考虑到周到、是我们不了解，原来这些阿弥陀佛老早就已经圆满功德，已经圆满了，就让回向布施给我们众生。我们正说只有接受你就得到啊，明白吗？所以说善男子善女人是指说本身是极恶凡夫，但由于素善而念佛，故世尊称赞为善男子善女人。说对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不可思议功德，对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功德所庄严而成，这两件事坚信不疑的男子或女人就叫做善男子善女人。你要明白吗？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听到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你有了深信不疑，坚固的深信不疑，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不是要求你做到什么精业善福才叫善男子善女人，你做不到就不是。人家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你是很向往，对西方极乐世界很羡慕要去，这种人叫做善男子善女人。用意很简单，你不要搞得很复杂啊。偶一大师言啊，善男女者不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六气四身，得闻佛名，几多劫善根成熟，五逆十二戒名善也。就是说你们肯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是在家身份出家身份，很尊贵还是很贫贱，还是老还是年轻，无论在六道四身，你能够闻到阿弥陀的名号，就是多戒善根成熟。就算你是五逆十二的也好，你闻到这个佛的名号，你能够深信不疑，也是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才表露着佛的慈悲呀、了解这一句，这就是偶遇大师所言，我抽出来为大家讲解。说闻说阿弥陀佛者，说听闻阿弥陀佛的本愿道理而无怀疑之心，就叫做闻。如果听闻了本愿的道理后怀疑不相信，这样就是闻如不闻。不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的人不会念佛，不相信有极乐世界的人当然不会想去极乐世界了。说这文要有信的内涵，虽然经文用此文字，其实就是说包含了信受在内，就是说此文乃彰显信心之法，就是说
以及闻其名号，信心欢喜。所以说，听闻了名号大慈大悲的意义而信受不疑，自然会流露出行，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才真正的念佛弟子。所以说我们听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不是信心欢喜呢？假如你是这样来听，听了我们今生的轮回就在这里而解决，我们今生生死就在今天闻说阿弥陀佛，信心欢喜而了脱生死，你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这个无量世无量劫，没有一次遇到，没有一次听到，今天难得殊胜因缘闻到了，真是就说开经记所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天闻到遇到了，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今天了生死就全靠他，多生多劫来没有遇到，今天遇到一次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才叫闻说阿弥陀佛，信心欢喜的用意在这里哦。啊，名号即是佛体，是极了无为涅槃的境界，领受名号就是领受阿弥陀佛，所以往生极乐报土，即是《无量寿经》所说次如米勒，依据本经所说一生不处的等界菩萨。你要听好来哦，闻说阿弥陀佛的用意是这样，闻说什么呢？你看从一开始佛就讲，从此娑婆世界经过十万亿佛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从这样而增长肯定生信，叫闻说阿弥陀佛。你这样来念佛，就叫做自持名号。这一支自持名号，就包括你肯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内了。因为前面一开始讲两个有，啊，再加强一个，经现在说法就肯定了，佛现在已经在说法，肯定了。这个闻说阿弥陀佛，自持名号是这样的用意啊，啊，信愿记住在里面了。一，这个称赞净土佛事受经，它翻译成了闻以思维。说玄奘大师所译之经本，着重在正念思维；说罗刹大师则着重自持名号，其意其事不二。假如以思维时，思维时不离口念，口念时不离心行。说古人观念并重，非是以经人。以偏执不化也，大家明白？自持名号容易啊，还是闻以思维容易？你想一想，我们在心里想极乐世界容易呢，还是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来抓住它容易呢？自持着要抓住它是难，你用你的念头想西方极乐世界，想我要到西方家，要去阿弥陀佛那里，你这个就容易哦。所以说闻以思维，就是讲简单正念思维，我们心一路想做阿弥陀佛，想做极乐，简单容易，谁都想得出来。我们不是说你一定想哇极乐世界如何清净庄严，如何有什么什么，想一朵莲花这样小都想不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说你的心里在想肯定有极乐世界，肯定有阿弥陀佛，你用着正念思维，这就叫就是自持名号同一个意思。我用这一句话来讲，大家就容易明白，假如用自持名号，大家就很难去体会到它用意是在这里啊。说闻说阿弥陀佛是信
自持安，自持名号是行，信了以后行的时间是多久呢？经文说若一日乃至若七日。说善导大师以此处解释为上近百年，下至七日，一十生，三生一生等，命意终时，佛于圣众自来迎接，即得往生。说到这个依据是尽行受之称念，明白吗？这个一至到七至是时间关系，不是说念佛七天就死，不是说念佛七天决定往生。就很多人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这段经文误解，他讲弥陀经一天一至到七至就往生西方，我就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精进念了七天七夜，念了出来了还没有死，去不了西方。他说佛打妄语，这个时间关系佛讲若啊，玄奘大师翻译说或，这个若是不肯定的名词啊，啊，就好像你和你的朋友在约会，你说或者早一个小时到或者迟一个小时到，你不可以讲刚刚准时到。假如弥陀经讲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啊，就讲肯定。他讲若，如果一天不到就两天，两天都不到就七天，七天不到就七个月，七天不到七个不到就七年，七年不到就七十年，就是这样啊。没有说你念了七字刚刚好就死，因为人每一个人这业报身不同啊。你假如寿命要活八十岁，要不要八十年啊？假如有些人的姻缘将近要临命中才闻到，一日就死掉了，这不落一日咯，往生咯，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叫你七天不要睡觉，不要就想要去。很多这个叫什么，这是厌世，很讨厌这个娑婆世界，他不想活了，他想早点去，这是贪心啊。人家佛的用意不是啊，很多人错解啊，若是不肯定的名词。说无量寿经第十八章说乃至十念，乃至也是不肯定名词啊，可能多可能少吗？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同吗？每一个人寿命不同吗？你要明白啊。说若一至若七至是这个用意啊。说善导大师说尽行受来念，我们有多少寿命在世间就多少的时间来念它，不要执着它，时间到了了自然往生，不用担心去不了。说这个是时间观念，每一个人的时间观念不一样，每一个人活在世间的寿命也不一样啊。说好多人搞错了，以为这一日到七日我们能打一个佛气，看他气得了吗？一样气不了。因为寿命不到嘛，你要了解啊。人家讲人在这世间吃多几多活几多是决定了的，除非怎样，除非你真的修到有功夫自在，随时随地我可以去，已经有把握，你就说我住多几年也可以，我不要住几年我现在去也可以，这些才叫做没有时间的控制。假如你没有这样功夫，你就等等到你死那天才去西方就好了，自然吗？顺其自然啊，所以要明白。再来讲这个一心不乱，一般人认为一心不乱是心即然的一种禅定状态啊，只是旁依他中解释净土中，非净土中，非净中的正事，这种解释导致个人努力向着疑心不动去追求，追求念佛功夫上的成就。比如要达到是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才是最高境界，如果无法达到是理一心不乱，至少也要功夫成片，
净念相持，目灭一如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一心不乱的真意，钱乖了啊，经中宗旨以他力做自力解。说好多人对这个一心不乱搞不清楚，以为我们念佛要念到不打妄想才叫做有一心不乱。我今天在和你说，改次我今天弘法会完了，下次你再邀请什么法师来这里讲经说法，假如讲到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你就举手问法师你还有没有打妄想，假如法师说还有，叫他下台不用讲。所以说你也做不到，你叫我做什么？我今天念佛有没有打妄想？还继续有，一定有，肯定有。假如是这样来要求往生西方，大家都不用去。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做到。你能够做到，你就已经是阿罗汉了。凡夫没有可能，但是不要错解这个一心不乱的用意啊。他的用意是怎样啊？印光法师测为以横超法做直处用，前不了佛智，不了佛慈，不了佛本愿救度的自我嫉妒，阻碍无量人的自信心安心，使无量人心多疑取，一心惶恐，活在期盼与祈求的不安心中。我跟你讲，现在念佛人啊，心不安啊，很恐惧，你知道吗？怕到日时啊，提心吊胆啊，怕去不了西方。我每天努力啊，拼命的念，到时候不是去得了吗？很多人在念佛，你问他你有把握去西方吗？不敢讲。我今天和你讲，改次人家问你你念佛有把握吗？你拍胸口肯定去。如何讲？可能是这个一心不乱的用意是在什么？我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永不改变，我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选择不会向其他世界去了，不迁移，不，我不会是移去别个地方。就是你们每次念这净土回向文，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就叫做一心不乱。我用我的一心钱投资在你阿弥陀佛的身上，我只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哪里我都不要去，这个一心不乱包你往生，就是这样简单啊。人家讲一心不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要求你做到啊。假如佛要求你做到，佛还有什么慈悲啊？明知道你们做不到的吗？啊，所以说一心不乱于真赞净土佛事受经被翻译成为细念不乱，就是说细，就是说拿一条绳子来绑住它就不乱。我们凡夫的心很乱，所以说拿阿弥陀佛来绑住它你就不乱，用意在这里啊。就好像你们穿鞋，鞋带松了啊，你要不要绑紧它？绑紧它就不跌倒啊，不乱了啊。假如你鞋带松了不绑紧，你跑路一定你摔倒啊。用意像啊，好像这只野马，假如你不拿一条绳子绑住那个野马，那野马是满山跑，是不是很乱啊？假如拿一条绳子系住它，绑住它，放在这里，看它还会走吗？当然不会走啊。这人家是讲细念不乱，拿绳子绑住它，它就不乱。用意是这样啊。鸠摩罗什大师解释的用意有错吗？没有错。这个一心不乱不是难角度，是容易的角度，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做到。我今天讲这个一心不乱谁都能够做到。这个一心不乱就是全心不乱，此乃对弥陀他力救度的绝对信靠，不容半点我的气息，这与他其他中的禅定自力
一心怡然之解，事成反照。说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功夫上的，如果要求功夫上的一心不乱，有谁能往生？往生就没有几个人了。因为能够达到这个一心不乱，比如是一心不乱，那已经是出果阿罗汉的境界。出果阿罗汉自己已经能够了脱生死，何必阿弥陀佛来为他五戒的思维呢？修造在永劫的苦行呢？那不是太不值得了吗？对不对？假如阿弥陀佛要求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何必要用五戒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呢？不是多余的嘛？他既然已经进了阿罗汉，真阿罗汉自己就能够了脱生死了啊，还要阿弥陀干嘛？就是因为知道众生不能够做到，说阿弥陀才用五戒时间来考虑你这个问题。你要想想体会佛的用意啊。所以说一心不乱其实是指我们这种贪嗔痴记住的凡夫，往生的心永不改变，对弥陀的救度永不怀疑，专念这一句名号就叫做一心不乱。如此一来，一心不乱就很简单了吗？说无论是谁都能够做到啊。说我在原原本本有贪嗔痴妄想杂念的心情之下，称念这一句名号，不改变对阿弥陀佛的信受，不改变自己的往生的心，就是一心不乱。所以阿弥陀佛才说十方众生念我乃至十念，他并没有说阿罗汉念我乃至十念，也没有说菩萨念我乃至十念。他说十方众生就是指我们这些凡夫嘛，而且阿弥陀佛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救度我们这些无法自度自救的众生。说好像一个救生人员跳下水啊，是为了要救快要溺水灭顶之人啊，不是要去救已经会游泳的人啊。比如说这个人已经会游泳，你还跳下去，他会叫你不要来障碍我啊，我已经自己会游上了，你不要来。佛要救是什么？救这个人不会游泳的吗？不会游泳了才要阿弥陀佛救吗？好像这是阿罗汉他自己都会游泳了，佛还要去救他吗？不需要了啊。就是我们这些不会游泳的人掉下这苦海啊，佛才要跳下来救你吗？说这个用意是这里啊。说我们要了解佛讲这句话的用意，我们不要错解。但是很多人听搞到我们念佛心不安定，怕。假如今天你听了，你们想要详细听，我曾经讲过一心不乱的争议里面有很多片，讲得很长时间，讲得很详细。因为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讲给你们听，大概简单的是啊，所以善导大师说诸佛大悲以苦者心偏免偏女念常末众生，是以欠归净土，一如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岸上之者何用急为？所以善导大师讲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啊，特别偏念悯念在常末众生的常在苦海的众生啊，来劝他归回净土啊。就好像跌下水之人啊，最急需要人来救他，岸上之者何用急为？照他已经上岸了，就不用和他担心了。这个是善导大师的讲法。再来讲以现代的印证，大家都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在《写卢老人净土显集》里面有一段开示，
在93岁佛气开示中告诉我们，若能心无恶用，起念只是阿弥陀佛，并无他念，便是一心。啊，这个是93岁时候开示佛气。再来，他在96岁时开示，一心只有佛，不为外境所乱。此即《弥陀经》上所说“一心不乱”，就是说我们一心只有佛，不受外境所乱，这个就是一心不乱。他这样讲是不是很容易呢？我们心里只有佛，其他外面境界与我们没关系，障碍不了你，这个才叫做一心不乱。96岁时开示，说写功于一次佛气开示，是说他谈到这个一心，就诸位必定懂得啊，既懂得，要请问一句，诸位有成就没有成就呢？是吧？30多年来，哪一位念到一心不乱的？啊，要是年年打佛气，年年心乱，这打佛气岂不成了装模作样？是吧？学佛人做事需求真实，说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虚假的事做也无益。既然如此，诸位不妨自问，念到一心不乱了没有？啊，接着他又说，我不晓得诸位做到了没有，导师可以先问我自己的一心不乱是有一定时间的，只在短短时间内得个一心不乱。说这话已多少有些功高我慢，自吹自擂了。你看李炳南老居士在97岁时，他将近要往生，他活到97岁，他曾经去讲一个佛气开示，讲最后一句，他讲，我讲我自己的一心不乱是得有一定时间哦，只在短短时间内有一个一心不乱哦，不是长期哦。你要听好了，他自己讲哦，他讲有这一点点的都已经很过分了啊，有一点功高我慢了，自己抬高自己了啊。你看他老人家自己讲，你们不相信，有些人今天听讲以为我在诽谤李炳南，不是，我要将他写如老人净土选题，他自己开示当中讲这个一心不乱的证据给你知道，他也不要求人家证一心不乱，因为他自己都做不到，他做到是一点点罢了，这样还要凭这个往生西方。说了说了，你要知道97岁往生前跟说一句话哦，在娑婆世界念佛一心不乱是假的，福助祸是临时的一心不乱啊，写功顺序坚持善导我们，从有作意的一心不乱至最后无作意的信靠佛号任凭就度，实际苦心啊。你看啊，李炳南到最后啊都是叫我们呢、啊、信靠佛号任凭阿弥陀佛就度的用意、啊、他自己讲的，他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念佛一心不乱是假的，是暂时扶住那个祸、啊、是临时的一心不乱，不是要你证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不要用错，不要会错意了哦。你看我们要听是听他结束前啊大结局的时候才是真话，前面不是大结局，你们搞了那方面，你看他自己老人家讲的，你不相信你自己去找他来看看我有没有讲错，这句话很少人讲出来讲，你们有没有看我不知道，因为我就看到这一本我就拿来看，诶就看奇怪，他讲娑婆世界念佛一心不乱是假的，他自己讲的嘛，没有理由他自己他们印出来吗？对不对？你好好去查证据啊。再来讲李炳南讲过是近代，在讲印光大师也有讲这样的话，印光大师一言，念佛法门注重信念，有信念
唯得一心，亦可往生。世人多注重一心，不注重心愿，以是摄其恶要，而又生一即唯得一心，恐不得往生之疑，彻完全与真性切愿相反矣。此种想念似乎是好想念，实测由此而一家心愿以至一心，测是好想念。若由忧得一心，常存亦不能往生之心，测成坏想念矣，不可不知啊。你看印光大师开示我们，我们是要注重信念，不是注重有没有一心这个问题啊。说印光法师的开示啊，大家体会啊，